有朋自远方来，一看到名嘴陈文茜、韩国瑜两次深深一鞠躬，大大感谢。这回两人在同台行销高雄，要推广的是医疗观光。在过去各大医院系统所做的医疗的服务，有没有门派之间没有整合的问题？就是武侠小说讲少林啊、武当啊、峨眉啊，是不是各自在做各自？市政府有没有办法搭一个平台，把这些所有的强项做个整合？这回不打游击，改打高阶医疗观光团体战，市府除了整合医疗院所的资源，还要旅行业者也一起帮忙推广。这个脸盆在洗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奇的现象：你把水往脸上捞的时候，那个水往脸上在跑；你把这个水往外一推，这两边的水往里面进来。这是因为医疗项目加进去，你在推这个旅游产品的时候，你含金量提高。我们一千多例存活率是91%，因为东南亚的病人啊，第一个选择通常都会先到新加坡，但是特别困难的病例他们会转介绍高雄来。找来专家现场简报，证明高雄医疗实力不输国外，更能成为推动旅游产业的最佳后盾。不仅从专业面下手，韩市长还请来港星任达华专程来高雄免费担任医疗观光代言人，更把3月8号定为高雄医疗观光元年，力拼高雄成为一线城市，明星名嘴轮番给力。要让韩市长拼观光，绝对不是喊口号而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